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今天真开心啊！今天是有大人小孩，神要把神的喜乐从天上赐给我们全家大小。今天我们这里有习弟兄全家，他们已经十年前就在活水得胜教会啊赢得神给他们的恩典了，还在我们这里啊主动的来帮助我们，真是感谢主啊！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萨弟兄啊蒙受神的恩典，一次又一次的看见神是如此爱他，而且他自己的妻子孩子都等着，也看到美好的见证呈现在眼前。所以神给我们的盼望不只是短暂有限的哦，神给我们的盼望是永恒无限。现在我们希望人世间大家幸福快乐，那将来永生的国度呢，我们家族里的人一个都不要失落。所以我们呢，在地上啊，在家里，在天公堂，在教会，在工作职场啊，甚至将来到天上，我们都是一样的喜乐，连续的喜乐，就是由快乐加起来。我们来学一首诗歌哈，哦，预备来。我在这里快乐，我在哪里快乐，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快乐。我在这里快乐，我在哪里快乐，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快乐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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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啊，感谢主啊！如果你自己啊，平常诗歌啊不熟悉啊，不知道要唱什么啊，你走路的时候呢，啊，不要闷着哈，就自己呢，心里就，你就可以啦啦啦啦啦，你就说主耶稣我爱你，你就随便你怎么编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神在圣经当中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哈，我们来说，我们要常常喜乐，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我愿意，我愿意常常喜乐，常常喜乐，无住的祷告，无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凡事谢恩。我感谢我的家人，我感谢我的家人，感谢父母亲。感谢父母亲，感谢我的配偶，感谢我的配偶，感谢我的孩子，感谢我的孩子，懂事，懂事，乖巧，乖巧，体贴父母的心，体贴父母的心，体贴天父的心，体贴天父的心，在耶稣基督里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从今时到永永远远。从今时到永永远远，愿神祝福我们，愿神祝福我们，神赐福我们，神赐福我们，我们一家人幸福，我们一家人幸福，我们亲族里，我们亲族里还有好多的家庭，还有好多的家庭，我们要为主做见证，我们要为主做见证，当信主耶稣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，透过我们。透过我们有好见证，有好见证，蒙神恩典，蒙神恩典，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灵性充足，灵性充足，多读圣经，多读圣经，经历圣灵，经历圣灵，追求圣洁，追求圣洁，多做圣工，多做圣工，主所应许的，主所应许的，必然成就，必然成就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